哥哥啦，我不是爸爸啦，他的哥哥啦。我听你咧讲，你老伯伯爱排队哦，你老伯伯爱。你的爸爸演刀嘛？你叫他演刀哦。那你一直吞落啊？你是怎么样？演刀就讲演刀，无演刀就讲袂，无演刀个演刀啦，是刀啦，是几个老伯咧讲讲？是嘞，是嘞，老伯想安尼久哈？演刀啦，哇，真演刀啊！哦哦哦哦，你哦，全部哦哦啊，就啊。哦，伊皮肤较乌啊！无开好看恁老爸，所以你感觉伊乌乌是无？一头拍乌了。哦，一头拍乌了。哎呦，我想要唱一条歌给伊听。日头正，日头天时遐尼热啊！啊，你要唱这首歌给你爸爸。你爸爸拍甲臭蛋。爸爸是做外面的工啊，拍日头的工。做班格拉嘞。八哥，八哥不是啦，做游泳健将受罪诶，不是，啊不是啊吼，啊做什么工事？做走路诶，那不是嘞，啊不是啊，跑步游泳不是走路啊？掉掉榴莲诶，挂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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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咪泥，挂泥你是要打黄雷啊？挂泥啊？挂球泥，啊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你看是做，方便讲无？我唔知系咧叫咩，小火团，卖草卖水，啊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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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怎么是拍日头的哦？讲讲啊，怎么样？几个字？是犯法的吗？还是是？没有，正的，会被警察抓。拍日头是没有犯法的啦，应该是。什么工？中秋了啊不。对呀，讲啊，你过我来是做装修，但是我一时想不起遐个叫咩。啊，哇，自己一时想不起。一时想不起个。装修，那我们猜了这么多，原来哦，做装修。妈，对了，妈，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爸爸了。爸爸做什么工，他都一时想不起了。够力，今晚要打给爸爸的，问候他啦。常常有见面吗？因为他住比较远一点。对了，比较远，要到他老家去了咯。哦，所以呢，妈妈有时很寂寞啊，你要小心你的邻居啦，那个老王，隔壁老王，不要给他常常来你的家。没有，我隔壁是印度人的。印度人啊，不可以哦，那个墙要围起来啊，很危险。印度人危险啊，危险。你看你的爸爸就是黑黑，你的妈妈才喜欢他。等一下，爸爸认错了呢。印度安迪来的。哦，安迪安迪。你讲话可以讲快一点，讲给他玩吗？哦，不是，我一讲到一半，你讲话很快。啊，你讲话比较快啦，不要讲。讲话慢了，哦，开玩笑了哈，和乐融融一家人呐。对对对，阿你有没有唱印度歌今天？啊，没有哈，隔壁邻居叫唱印度歌，芒嘎拉要唱芒嘎拉的歌。啊，你要唱自己的歌，啊，你要唱什么？哎，你要谢谢安哥哦，赞助我们的歌。对对，谢谢安哥、安弟、老板娘们。拿你一个。应该是这一排，这么多排啊！没有啦，你要比这样来冲，这样扫到扫到尾巴去，扫到尾巴去啊！这个是刘玲玲大姐的男朋友。那我们第一首歌，我们唱什么歌？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跟我约会吧》。哦，没有拍拖，不过他想跟我约会吧。这个他喜欢的，我们对郭大嫂喜欢的一首歌哈。是的，来这一首《跟我约会吧》，一首泰国歌曲哦。我的心像一座座人小，只想在你的掌中陶冶，不停地在我耳边绕。
大家的鼓励掌声，谢谢，也要谢谢安迪给的红包，谢谢。接下来送给大家，谢谢安迪的红包，谢谢。接下来送给大家这一首《凄暖美一生》，也希望大家同样会喜欢，谢谢。在这里，我也要谢谢千禧娱乐制作的台主阿龙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为大家演唱，谢谢。谢谢安哥的红包，谢谢。送给大家这首《凄暖美一生》，也希望大家同样会喜欢。